大家好啦，我是读 HKDI Illustration 的黄思南啦。咁大家可以叫我做 Serene 啦。咁我平时一啲 art style 咧就会偏向翻 animation 啊、动漫嘅嗰一方面嘅，因为由细到大都比较中意嗰一方面嘅漫画啊、动画咁样，所以会一直都会睇一啲唔同老师嘅画作啊、一啲插画咁样去练翻自己嘅一啲 art sense 咁样。咁我就會比較擅長一啲character design 咁樣嘅，有一個世界觀俾佢哋嘅。咁就嗰個世界觀通常會參考咗唔同嘅一啲資料啦、一啲文化咁樣去創作佢出嚟。咁我就比較中意個世界觀係比較宏大一啲嘅，而且講到好多故事比較群像性一啲嘅，即係創作嘅故事入面我都會加啲文化，會通常比較偏向啲古代一啲啦，入面尤其是係比較中意中國古代嘅文化嘅。咁我就由細開始就成日都會好中意睇古裝劇啊，會研究佢哋啲服裝，咁之後會再細緻啲咁樣研究佢哋古代嘅故事啊，同埋佢哋啲服裝、佢哋啲顏色有啲咩含義啊，這個就係我嘅 art style 啦，係。